我一两下下，非常危险。哦，这首歌是那个诸葛亮他演那个电影，对不对？对，叫什么《大喜临门》啊？哦，大喜临门。他这首歌的那个 MV 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还蛮特别，就是一个黑人在跳舞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会跳吗？我可能有力不为。好，那有那个会跳的朋友，欢迎进舞池啊！可以到我们中间。哦，放跳这种黄奕的恰恰。一起同乐。好，那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啊！带来这首歌《黄奕的恰恰》。就是为鬼